主席、各位同仁、委员、委员黄志雄等十一人，鉴于树林莺歌地区民众对于火车通勤有庞大需求，虽台铁将于九月新增多个列次行驶于树林、台北之间，然新增列次多仅为贩售对号座之新自强号，相对减缩了原有可售站票民众搭车权益。原此要求台铁研议比照高铁自由座可供站票模式，规划部分尖峰通勤时段以及部分车厢予以地方通勤使用，是否有当，敬请公决。